今年嘉兴应麦迪车队的邀请参加全球巡回赛，如果康哲那小子能行的话，他一定不会错过这场好戏。麦迪车队，哎，这事儿你没跟江玉说呀？比完赛，他们车队经理让我进他们车队，参加明年巡回赛。江月，你不知道，麦迪车队可是世界顶级车队，他的车队成员和赛季啊，那都是世界顶尖。嘉兴算是正式走上摩托车手的职业道路了。对，本来打算回去跟你说的。这么好的事儿，怎么才跟我说啊？我当然支持你了。来来来，庆祝嘉兴签约麦迪车队！好，来，干杯干杯！来来来，干杯！加油！你们车队的人关系都好好啊。是啊，今天这顿饭以后啊，你就是我们队的。替我谢谢他们啊！你走之前，我找时间请他们吃个饭。江月，你是不是不想让我走啊？刚刚吃饭，怕伤我面子，所以没说出来。怎么会呢？我当然要支持你了。可是我要去国外，走半年，半年都见不到面，你没关系的吗？半年很快，我努力工作，你好好训练。半年一眨眼就过去了。嗯，你就不会想我的吗？当然会了。我们可以每天视频，如果有空，我也可以飞过去看你。嗯，我去洗漱了，你找个花瓶把那个花插起来。好。真乖，去吧。要给我惊喜，不是婚还没求呢，我都没求婚。哎多谢，能不能帮我忙？来，怎么了？月月，我爱你。你怎么了？早了，你休息了，啊？这才几点？不不，我给你外卖。我们刚吃完，你忘了？对，刚吃完。不行了，你现在盖上被子走。盖被子？怎么了？